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这首歌曲叫《故乡是北京》啊，难怪这关子慢得这么深呢。哎，真的是这首歌难度太大了。对啊，哎，就刚才我看他在演唱的时候，李老师在下面一直跟着打拍子呀，跟着互动，是不是？第一个，我觉得他胆子很大，敢唱；第二个，他的老师敢安排他唱这个曲子，胆子太大了啊，很了不起。最重要一点，他唱得很好，很有味道。我想问你，你是北方人吗？我是马来西亚的人。马来西亚的，他是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胆子多大，这太了不起了，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这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吧？对，就是家国情怀，你这个主题安排得很好，我们在北京的，就是能讲普通话的啊，不一定能唱好，唱得非常好，这个涂鸦老师啊。培养教育的太好了，真的为传不是天赋好，这么传统文化，你太有功劳了。哇，天赋好，看李老师对你多么大的肯定啊！今天表现特别好，我们再听听其他老师的点评，好不好？好，纳布拉老师也是特别激动，很开心。是的，刚才李老师已经非常全面的，对他进行了评价。我只是想呢，真的就是涂鸦老师和这位小姑娘，我觉得他们特别的用心。这个节目我相信也打动了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个督导团和老师们，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京剧啊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文化，一个国粹，一块瑰宝，那么它也是成为了就是传播我们国家这个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媒介，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选得太好了啊，真的是非常好。谢谢，谢谢我们督导团老师对这个节目的一致认可啊！我们这个班主任老师胆儿大心细敢用人，这个节目算是成功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